医师做主题，伫上尾一个啊，上尾一节，啊，咱继续啊，要用着第五章，也是另外一个阶段，希望咱拢会当伫这个台湾医师内底，啊，得到互相的成就，啊，咱下午会当注意听，因为下午大家啊，这种较会爱困的种部分吼，但是啊，咱会当。打起精神，啊，上尾一个，上尾一节吼，那即款就请李哥。李哥呀，洪水啊所幸呀，咱下晡，要继续来看《陈医医师》第五章，请咱先开《陈医医师》第五章。《陈医医师》第五章。这个历史啊，已经换国王已经换，就是这个真出名的医护抗疫战已经结束，到第四章结束。这么是换做伊的孙，伊的孙必须上做。啊，这个必须上做啊，因为是一个昏庸。无德，的国王，所以真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就毁于伊的手中。这个是末代皇帝嘛，最后一个皇帝叫毕沙沙，他是尼布甲尼撒罗的孙，应该是外孙啊。咱等一下再来讲。好，这么先讲话第一章到第四章。陈医师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一节毕沙沙王为伊的一千个大臣失败胜赢，甲这一千人对面领袖毕沙沙环境的中间，吩咐人将伊的白尼布甲尼撒。对耶路撒冷殿中所掠来金银器皿，来摕来，王甲大臣王府妃嫔，服用这个器皿来饮酒。第三十，第二日因从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摕来，王甲大臣王府妃嫔。就用这个器皿来饮酒，饮饮酒喝了金银丹皮目酒所做的酒，啊，这段就是记载这个最后一个王叫做毕沙沙，是安怎伊的国家乃至伊的手头来灭亡，一个真主要的原因啊。啊，拄则咱读的这段圣经来讲，毕沙沙做王的时阵，有一日啊摆宴席，甲一千个大臣啊做伙来饮酒。是甚物代志？安尼啊摆这么大场的宴席，来咧请人去啊，请一千个大臣。啊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可能哦是。有一个新的王宫建立，所以大家伫遮全国来庆祝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千个大臣，甲因的王后妃嫔，或者太太，这个、贵夫人啊，大家拢总来。啊，来的中间啊，这个毕沙沙王怎安尼烦？讲从因的仓库，咱第一集有讲过。这个库房就是因的神庙的圣库，啊，第八层这个金库内底，这战利品，这耶路撒冷圣殿所摕回来这器库啊，甲摕出来，啊，摕出来，用
这有一千个国家上这人的太太官小，应该是一两千个啊，而且咧反映嘛，咱知影这个尼泊尔的首富哦，对耶路撒冷圣殿，出这个圣殿的器具，摕来是摕来哦，但是伊唔敢用，伊甲藏伫这个神库内面啊，保存起来。几十年的中间，伊拢无去甲点动，唔敢用啊。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啊，这个昏庸无道，竟然啊，将因阿公唔敢用的这个器皿哦，全部人家摕出来，摕出来食饭、饮酒，啊，过来恶到魔相，所以这件代志是非常的严重。耶路撒冷圣殿所摕来这个器具哦，有偌济？咱来看一下吼，《以斯拉记》吼，第一章，《以斯拉记》第一章，这个《以斯拉记》吼，就是咧记载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器具啊。当波斯王高列做王啊，命令犹太人等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迄个时阵啊。如果交代从耶路撒冷圣殿这所有的器皿拢摕出来，交予十八神，十八神就是所罗巴伯，摕回去耶路撒冷。这个工具哦，这个器具包括，咱来甲看哦，《以斯拉记》第一章第九节，第一章第九节。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：金盘30个，银盘1000个，刀29支，第十节；金碗30个，银碗之处的410个，别个器皿1000件，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。比诺人对巴比伦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十八世就是所罗巴伯，将这一切拢带来。根据这个看哦，当时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罗对耶路撒冷所抢的这金银的器皿，加讲5400件。即摆吼，即摆必须说。请人去，大神1000个，佮加上因的眷属，大概2000个左右。耶路撒冷所抢来这物件有5400件，拢甲搬出来吼，是足足有余啦，会当吼，互因大家来饮酒，食饭用。当摕出来用了后，就发生一件真严重的代志哦。佮看倒转来，当以利书5章第二节，这个5章第二节啦，你讲这个叫啥出王哦？伫咧饮酒的中间呢，就吩咐人将伊的老爸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所抢来者摕出来用。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安怎写讲老爸？伊的老爸其实是阿公啊，阿公。因为吼，必须说，还佫一个老爸当时做，叫做拿波利撒啊，拿波利撒。咱看这个，这个课本内面有哪有写哦？伊的老爸拿波利撒，这个老爸吼还袂死嘞。这个老爸吼，甲伊当时做，老爸较无爱插这个国事，所以将国家的这个代志拢交在伊的囝去耍耍去处理。伊家己去云游野外吼，去各地去游山
关系，伊较不爱插国事，所以伊甲老爸同时执政。啊，同时执政呢，大部分国家的代志啊，拢必须发生伫里头。所以讲，你无甲你杀王氏的老爸，应该是伊的阿公。啊，这个时刻来问哦，老爸甲阿公共一支啦。老爸甲阿公共一支，也可以换做阿公，也可以换做老爸。刚刚你讲款哦，这个时刻来问啊，孙甲囝也共一支。咱搁看二十二章。共一章的二十二章，毕三说啊，你是伊的囝，哦，啊，迄个姓伊的讲叫做孙，孙子，所以咱在这个戏剧来问的这个特色啊，就是讲，长辈拢讲叫做父，啊，老爸父，阿祖，阿公，老爸，拢叫做父，啊，这个。孙囝也是同一字，所以这个所在虽然讲你是伊的囝，其实是伊的孙，伊的孙，哦，安尼吼，才会合理啦。因为吼，以后咱会阁看到一句讲，必须说人话，甲同伊讲，你因为替我解梦，你伫我的国中位列第三，啊，这个十六节。十六章，但你替解梦，必说少王讲，你在我国中啊，位列第三。先做位列第三，因为老爸第一的，啊，伊是第二的，啊，即嘛，但你哩啊解梦有功，所以位列第三。啊，所以而且咱会当知影讲，这个伊的爸，伊的囝，事实是伊的阿公，伊的孙。尼泊干尼山是这个毕沙沙王的阿公，是外公。因为尼泊干尼山的查某囝嫁予毕沙沙的老爸，啊，所以这个尼泊干尼山王是伊的外公，是伊的阿公。啊，咱中文吼较清楚，咱中文都袂分得真清楚，像讲阿姑啦。阿伯啦，阿叔啦，阿姑丈啦，舅公啦，哦，咱咧分真清楚。啊，因这个外国人哦，真趣味哦，比如讲英文哦，拢是 uncle， uncle 哦，嘛是阿叔，嘛是阿伯，嘛是阿姑，嘛是姑丈，啊，一句 uncle。所以讲，这外国人有哪行啊？啊，袂晓分啦。啊，咱分真清楚，阿叔就是阿叔，阿伯就是阿伯，无像阮外国人一句 uncle， 阿个带过去，阿是这样理解。啊，咱这下辈嘛同款，孙啊、外甥啊、侄仔，咱嘛分，啊个孙嘛分，哦，囝、孙、侄仔、外甥啊，咱拢有分。啊，外国无啦，伊讲一个囝安尼尔，一个囝。代表真侪一个下辈，哦，所以讲起咱中国的文化吼，较进步，啊，中国的文化较齐全，哦，咱有这個中文啊，袂歹，因为中文哦，确实啊，真有艺术啊，真有学问滴嘞。啊，当然，毕沙沙皇帝啊咧啉烧酒，啊来侮辱偶像，这实在是真不应该哦，将圣殿的器皿。摕出来斗酒来啉，啊，哪啉嘛哪有落偶像，就是咧金银铜铁白石所做的偶像，因为安尼啊，神气气，枕头啊出现啊，枕头啊，踮一个啉酒的这个对面的壁，安尼底下咧写字，啊，这毕沙沙王就伫这咧啉酒，啊。镜头伫对面人家咧写，伊看真清楚，看一个就一件。哦，咱即摆搁看五章第五节，五章第五节，当时啊，忽然有人的镜头啊显出来，
伫王宫甲殿台上面诶粉墙顶来写字。王看见写字诶枕头啊，就变面色，心里惊吓，腰骨敢若像脱节，双脚彼此相碰，大声欢呼，将用法术诶甲家己力量并关掉诶，拢甲带入来。对巴比伦诶特使讲，啥人会当读即个文字？佫从感慨甲我讲，伊得甲心情起泡，阿妈棍大金链，伫我诶国中八年位列第三。伫安尼往诶一切诶事拢入来，却袂当读伊个文字，也袂当将感慨甲我讲。笔刷刷就真惊吓，面改变，伊诶大神也拢真惊奇。哦，即个是。你啉酒的中间啊，伊个枕头啊出来，啊点壁顶伫咧写伫咧写，啊大家拢有看到，有看到字，但是唔捌。这个也唔是离别的文，啊嘛唔是阿兰文，哦，就是家己体文拢唔是，任何字拢唔是啦，都看无。啊，但是佫有字，啊明明看一个枕头在写，所以这个笔刷刷的话，哪看哪惊。惊到心嘛，安尼都要游去。哦，啊，圣经讲伊个腰啊，真脱节，腰啊脱去，啊，伊脚踏乌啊，伫个蹦一蹦，皮皮喘，啊就下面，拢通过特殊拢加入来，啊，紧看，看这字啊是咧写啥？假使若有人伫遐读，啊，佫会遐甲解释，要甲封啊，封做全国第三。地位第三，啊，这第三我对照讲，就是爸爸第一个，伊第二个，啊，这个解释的人，解梦的人，就是第三哦。但是呢，无人会当，啊，无一个人会当，解释这个。迄阵啊，第十集，太后因为王甲大臣所讲的话，就进殿宫。这个太后哦，太后应该就是尼泊尔斯的太太。啊，这个讲起来可能就是外妈，啊，这个王的外妈，等于尼泊尔斯王的太太吼，啊，甲伊翁啊做伙，伫这个世间几啊十年啊，伊知影伊翁的故事，所以有日啊，安怎讲，讲关王万岁，你的心意唔通惊，面唔免变色，十一十，伫你的国中有一个人啊，伊内面有圣神的灵。你的老爸在世的时阵，这个老爸就你的阿公啊，在世的时阵，这个人心中光明，搁再有聪明智慧，搁就是个智慧。你的阿公伊无讲伊说哦，就是讲诶阿公啊，伊去做术士、做法师的，各家的智人官调的领袖，伊内面啊有美好的灵性，搁有知识聪明的弯弯。识礼仪，解礼乐，这个人叫做人义礼。尼泊尔萨王又称伊做毕提沙萨，现在可以叫伊大，伊即个改名这个意思。啊，你甲读这段吼，读这段，你就知影这个王啊太后，啊尼泊尔萨的太太，就是这个毕提沙萨王的外妈，啊，伊就赶紧入来，入来这个殿宫，甲王安慰讲，唔免惊。啊，伫你个国中嘛，有一个人叫做陈义弟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陈义弟吼，咱啊，主前530万年，也是巴比伦帝国灭亡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应该是86岁左右吧。哦，这陈义弟啊，已经86岁。是一个老神啊，老神。啊，但是这笔刷刷王吼，已经甲放弃啊，无咧甲用这个陈义礼啊。咱讲较明白的话，就是看不起，看不起这老大人啊，不爱甲用。所以吼，根本伊嘛无上过陈义礼。啊，这个太后伊的外妈吼，伊外婆来甲介绍时阵，伊则生气，也是讲则知影讲有这一号的人物，啊，因为安尼啊，这个
安尼可见这个动哦，无啥不等意义，啊，毋知甲冰冻啊，甲冰冻起来，毋知藏伫倒位安尼。啊，忽然间啊，因为太后的建议，啊，才从邓丽丽甲带来。我问邓丽丽讲：“你是比诺的犹太人中的邓丽丽吗？”安尼看起来无啥吧？你甲邓丽丽相？啊，伊是荷兰掠来的，啊，这个荷兰掠来就有一点仔看清啊。啊，伊是邓丽丽相，安尼就是无啥吧？啊，不来。就是我的父王，我的阿公对犹太掳来吗？你是阮阿公对犹太甲伊掠来迄个是无？安尼甲看起来吼是无啥办法。啊，这邓丽丽伫国家的功劳遐尼大，啊，为遮尼尊贵，竟然啊，这个吉沙撒王吼无啥办法。到四十。我听伊讲吼，你内面有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佮有聪明美好的智慧。听伊讲，可能伊无啥物。啊，听伊讲是听阿妈讲的，外婆讲的，阿妈是拄只才听伊讲的。所以我讲起这个笔刷之后嘛，是足啊足有余作，嘛足骄傲，就这尖调的这个。功劳啊，即老神啊，拢无咧个理会啊，无咧个管啊。十五节，现在耶稣甲用法术的，拢坐到我面前，要叫因读这个文字，从讲解甲我讲。无奈因未当将讲解讲出来。十六节，我听伊讲，你先讲解会当解记忆，听伊讲，听说。啊，所以我讲这个吉沙撒王啊，对邓丽丽真的是无啥了解，但都是听说，十四十嘛听说，啊十六十嘛听说吼，无真正了解。啊，十六十，现在啊，你若会当读这个文字，将讲解甲我讲，这个心情之好，阿妈滚大金莲，以外各种唯一第三。这个十六章哦，听伊讲，啊，搁再讲，现在你若会答，你若能，啊，这是对邓丽丽要有信心，啊，你若能，啊，也许不能哦，哎，伊无肯定了，你若能读这文字，啊，甲我讲解，安尼，啊，在国中位列第三，所以咱读这段圣经就知讲，这个必杀杀哦。伊身为国家的领导者，竟然王宫的历史啊无读，王宫的历史啊唔知，这是真失职啊，真啊无聪明啦。啊，十七节，但你伫王的面头前回答讲，你的奖品可以归予你家己，你的手术可以归予别人，我却要为王来读这个文字，从简介甲王讲。为甚物无相信？啊，要感觉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审判文啊，对摩西撒的一种审判文、定罪的文章，所以不能无相信，我拢要来读。十八章，要读以前啊，啊，等你先生甲说教一番啊，说教一番。王啊，至高的神不将国威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予你的阿公尼布甲尼撒。十九章，因为神所赐予伊的财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，拢伫伊面前正经恐惧，伊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生害。伊心中狂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惊事狂傲，就被激起妄为，夺取荣耀。伊被赶出离开世间人，伊的心变作兽心。甲影离动机，食草亲像牛，心比天罗地锁。当伊知影至高的神伫人的各种掌管，凭家己的意志入人来治国。这个是咧讲这个历史，予笔沙撒王听，从伊阿公骄傲互相管教历史，改过一遍。二十，笔沙撒啊！这个邓丽丽吼，就算老大人八九十岁啊，也无客气，
对这个因无感应上来说呢，这个必须得地球一名，直呼其名啊！必须说啦，你是伊的孙，你虽然知影这一切，你的心也无自卑，竟然向天顶的主祝歌。车人啊，将伊殿中的器皿提到你的面头前。你甲大神王华贵宾用这器皿来饮酒，你又搁侮辱迄个未看未听、无知无识、金银铜铁目石所做的神，却无将荣耀归予迄个手中有你的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因安尼。对神兄献出这个枕头啊来写这个文字啦。这当伊迄阵呢八九十岁啊，啊伊看这个笔刷出来哦，真有道理，啊个真骄傲，啊笑的，所以伊真无客气，啊从阿公的事啊讲我听，阿公我听这个说教，讲你哦明明知影这个故事，但是你呢骄傲，唔惊神。你今仔日啊，不但无对恁阿公的历史来得到教育，佫颠倒吼，比恁阿公过惨。啊，佫在提只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出来饮酒，佫来侮辱偶像，所以神出现这个枕头来写字啦。啊，我即摆要甲你读啊，对二十五节开始，就是这文字，来看二十五节。所写字啊，就是秘密秘密，提起咧无法迷信，感慨是安尼。秘密就是神已经所算你的国，因为你到这完毕，就是你国家到今仔日为止啊。二十七章提起咧，就是你予人衬于天平内面显出你的盔甲，就是提起你的意思。二十八章彼得书就是无法迷信。就是你的国分裂，归乎马代人甲波斯人。这个是但以理啊，来读这个文字，啊顺便解释这个文字的意思。秘密秘密，提起咧无法迷信啊！啊，解释了后呢，二十九章，你是必杀杀后啊，真正伫遐颁奖吼。其实啊，国家伊嘛，你要灭亡啊！啊！伊下昏就要用开始啊！啊！伊也毋知啊！伊嘛伫遐咧颁奖。二十九章，必杀杀下咧，人就将指头哦，含伊伊穿咧，佮将金链啊，甲伊挂伫颔仔骨，又叫这团练的吼啊来讲哦，予伊伫国中位列第三，这就是必杀杀王啊！啊！伫咧颁奖吼，甲含伊伊颁奖。啊！伊毋知讲，即个颁奖了啊，就要死啊！三十章，迄一年，加勒底王必杀杀比台，哦。三十一章，马代人第二王也是离婚，除了加勒底国。啊，所以这两则圣经咧讲巴比伦帝国伫即一年灭亡，王弘台死，啊，新的王就是马代人第二王，也是离婚。来接受这个加勒底国，以上这是巴比伦帝国的历史结束。啊，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巴比伦城真强哦，咱早就有讲城墙真高，一百公尺高，啊，城墙真高，会当咧十只马啊，伫墙啊顶啊来赛跑。啊，这么大的巴比伦城，啊，佮周围啊有这个运河。还包咧啊，这个河吼，护城河啊，就这个把别人城甲包起来，啊一条沟啊，啊对城中安尼盘过，所以把别人城是四角形的，啊外口有水甲包咧，啊中佫一条运河啊，开对城底过，啊这个运河的顶端有这个拱形。诶，桥，诶，真水真水诶桥，底下可以安尼行来，东西两岸诶宫殿啊可以互相通。啊，这个拱形诶桥的下面，佫有地下道，啊，
地下也可以通，面顶也可以通，确实嘞，是一个真水、真坚固的巴比伦大厦。难怪尼泊尔啥哦，愈看愈欢喜，唔在讲啊，这个城是我用大量大力来建造，要来荣耀我，我也叫性格观感啊，气象啊，三年半。啊，但这个这么强盛、这么大的巴比伦城，哪会倒去？哪会被攻取？啊，咱来看这个古罗圣经啊，这个西方老师。也是哈巴国书，都袂当看出来。伊咧记载巴比伦帝国安怎灭亡？咱是看历史，这个巴比伦国是世界的，哦，啊，外靠有护城河，有这个从伯拉大河运来这个护城河，甲围起来，所以吼讲起来真安全。首先，那边来拍巴比伦城，一定爱过河，啊，过河啊，因就看到啊。面顶的网络真济，啊，随看会到，啊，马上可以来抵抗。所以天公马岱甲波斯吼，这个军队啊，已经拍巴比伦城拍四年，四年都袂顶袂当无法度通攻取。啊，这个毕沙沙王啊，自信满满，伊想我这個巴比伦城太勇嘞，啊，你安怎拍无问题？踮一个楼顶外，看迄个波斯甲马代联军啊，伫遐咧拍，较拍嘛无法度，啊，所以伊真放心，而且伫遐咧啉烧酒来庆祝，啊，这个啉酒庆祝是已经停过四年啊。这个中间马代波斯联军啊，伫咧拍拍袂入去，尾啊，伊个将军吼，大家参详，讲进一个办法，就是喝水啊，甲堵起来。啊，对这个沟仔底搬入去，因为这个河吼有穿过巴比伦城，护城河以外，过一条河啊，是对城中安尼搬过，只有水甲冻起来，啊，对下面啊装入去，啊，才有法度。所以伫这三四年中间，因一面惊啊咧拍，啊，一面啊就咧开人工的运河，啊，人工的运河。伫这个伯拉大河的边啊，来开一条河，开一条河呢，即马开两三年啊，河已经好啊，再将这个沟啊吼，这个河水安尼对顶管甲扎起来，甲引对这个河流，引对别个河流，比如讲啊，这个沟啊水流对巴比伦城流来，啊对顶管甲扎起来。甲开一条运河啊，对边啊过流过去，啊，即马冻起来，到迄阵呢就甲冻起来，啊，最大啊，所有的联军啊，马代波斯联军对河床底下啊，攻对巴比伦地区，啊，迄阵呢，佫拄到大家伫咧大啉酒，无提防，无预防，所以啊，马代波斯联军啊，第一阵呢啊，真顺利啊。去巴比伦大城，啊，将这个城给毁灭，将人杀死，啊，将这个毕沙沙王啊给抓起来，给斩头，啊，这个巴比伦的历史就结束。所以咱大多读三十章、三十一章，就这个巴比伦帝国就是加勒底国到此结束，啊，这个马代王朝啊，啊，紧接着啊，所以到第六章就变成马代王朝，啊，加第五章还阁是。巴比伦的王朝啊，巴比伦到这灭亡，啊，马代王朝啊就来取代。啊，但是欧王是第一个啊接受加勒底国，迄阵伊60岁啊，60岁。好，啊，咱这个第五章是故事是安尼，咱即马吼爱对这章内面来看几个教训啊。为什么这么强？这么烟花富贵的巴比伦大城，哪会毁灭？会毁灭啊！最主要有四个原因啊。咱这个课本教下，咱看37页啊，37页第一行，故以求生人心，第二。
三五位新的起点，就是写东方言。第四句话啊，就是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原因啦。啊，咱一项一项来看嘛，哦，看是毋是真正安尼。我无照这个顺序，咱即马先来讲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原因。第一，啊，第一就是拜偶像，哦，因是摕器皿去啊饮酒，啊来俄罗金银铜铁白石所做偶像。咱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，哦，来认真咱这个世界叫做巴比伦。将来啊，咱这个世界我那灭亡。啊！咱这个世界要灭亡，都甲巴比伦的灭亡同款，所以到启示录十八章，伊讲大巴比伦灭亡，大巴比伦，哎呀，大巴比伦就是指这个罪恶的世界。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今日看起来对外变化烟花富，啊，高楼大厦建设，但是有一日这个世界要毁灭，原因之一就是人拜偶像，拜偶像。巴比伦的偶像足侪，啊，因为偶像，比勒、米摩达以外，还佫真侪真侪大大小小的神明，还佫庙宇非常侪。尤其伯罗大河两岸吼，拢是庙，拢是偶像，啊，所以啊，巴比伦呢，会使讲是一个偶像地。啊，因为拜偶像，这是直接反抗神，所以是无欢喜。咱这个世界同款。将来会被毁灭，也是因为人拜偶像。咱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，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、第八节，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，彼个地充满偶像，因跪拜家己的手所做，就是家己的枕头啊所做的。第九节，卑贱的人哭泣。尊贵的人下跪，所以唔通赦免因。这个世界为什么神无要赦免？因为无论尊贵的、卑贱的，拢跪落去，跪啥？跪偶像，跪拜偶像。正这个世界吼，所以被毁灭就是去拜偶像。啊，咱卖讲其他的所在，咱干来讲咱台湾就好。咱台湾这个拜偶像实在真惊人嘞。咱的隔壁一间庙这大间，啊，咱遮搁一个三山国王，嘛真出名啊，三山国王。啊，其实啊，拜偶像哦，咱信主耶稣才知影讲，咧拜偶像真戆，真无知，啊，搁真可怜。咱啊，台湾啊，有这个中华八卦山，一个偶像七丈二，七丈二尺。做起了啊，七水灾非常严重。啊，这个七十二尺的偶像做了，咱台中哦，台中大厅就做一些8.5米的弥勒佛。从原先是72尺，啊，台中这个是85尺。啊，台中这个做了新的个青草。用迄个山来刻一个神明啊，150吨，这骨较悬。埃仙啊，埃仙是亚洲啊，亚洲第一悬的第一大。你看台湾细细啊，啊做的偶像是亚洲第一大，所以难怪咱台湾吼啊，近年来啊灾难连连啊，因为是主的口蹄疫。那边是低温，那边狂牛症，啊，那边就丧尸，啊，那边就什么病什么病，这种是咧甲咱警告咧，是咧甲咱警告。那都咱读医生书，伊就讲尊贵人拜去，即啊，立法委员、即什么馆长，拢嘛是做尊贵，伊嘛咧拜，比这个人哭泣也无学问咧，嘛是咧对。伊这娘妈做搁较厉害，娘妈做啊，啊对这县市长哦，剃头啊，大队安尼来娘妈做，安尼
嫩球卡都较厉害。我来看一寡显然信徒嘛，伫咧嫩球卡，是我真是可怜。几年前啊，有一个行政大官去中正机场去接一个佛爷，佛爷，毋过两次啊三次啦，啊对泰国遐啊对吧？啊，咱东东的中华民国的行政官员啊，竟然啊去到中正机场去迎接佛爷啦，佛爷。两三支喙齿啊，啊，动到一个大块去连接，我想着足可怜的。啊，喙齿是什么喙齿？我说佛牙，敢真正是佛爷了？啊，尊重乎你真正啦，古早分头落来喙齿啦，啊是啥物结啊？啊，着一个大块去连接。所以吼，这个办公上吼，有当时吼，咱想讲，哎呀，人哪会遮白？这么热心。其实办公上啊，这是直接反共识，这是反革命的第一条到第三条，拢反着，啊，人可怜啊，人可怜。所以感谢主吼，咱信主耶稣，咱无依靠，安尼做这款代志。啊，假使咱信耶稣，若搁再反冤去办公上，啊，迄个有够苦，哎呀，有够可怜。这只办公上。这个世界的毁灭在在拜偶像，啊，古早你讲拜偶像啊，一年年年做酒哦，啊，来做酒啦，啊，拜这偶像哦，一年开钱啊，可以做一条高速公路。啊，今麦不是哦，今麦一年拜偶像所开钱哦，可以做一条高铁，做一条高铁，古个厉害，愈拜愈厉害，人愈多。啊，用的钱愈多，因人啊，拢互魔鬼卖遐去啊。魔鬼利用这个魔术来卖人，这头一点。第二点哦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毁灭巴比伦？就是因为圣器俗用。耶路撒冷圣殿内面这器皿啊，这是分别为圣的。啊，竟然甲摕出来来饮酒。这性癖、私用、私人用，还是圣器私用、俗用、性俗。无论是性器私用盲目，性器俗用盲目，因为从这个分别为圣的性器，甲做性俗的路用，啊，这就是神要甲毁灭的第二个原因。啊，这个对咱什么教训呢？咱就是圣器哦。今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分别为圣，咱的心有圣灵同在，咱就是圣殿，咱就是圣器。啊，咱这个圣器未使去俗用的。好，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十六节，第三章十六节。第三章十六节，敢唔知影恁是神的殿，神的殿点伫恁内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得甲毁坏一个人，因为神的殿是神，这个殿就是恁。古早伯沙撒王将耶路撒冷的圣器摕出来饮烧酒。所以缔造一个国家灭亡，拄则咱讲，咱的身躯圣灵伫咱的身躯，咱叫做圣殿啊，这个身躯就圣殿。什么人去污秽这个圣殿，神就甲毁灭伊个人。所以咱这个兄弟姊妹的身躯吼，有圣灵同在，咱是已经成圣啦，千万唔能用咱的身躯去犯罪。这就是圣器使用。古早就说那些圣器，伊摕做饮烧酒，啊，那有人妄想，那是圣器，分别为圣。啊，咱身躯就是圣器，咱圣灵伫内面，咱嘛分别为圣。所以咱的身躯唔能去肮脏，唔能去使用。
就讲用咱的身躯去跋脚，安就是属灵；用咱的身躯去跳舞，那就是属灵；用咱的身躯去反感人，那更加凄惨，那就是圣气属用。圣气安尼用作犯罪感，所以既然啊，咱身体是互神甲咱分别为圣，啊，咱唔通啊，唔通用这个分别为圣的圣殿去犯罪。咱有一个团队啊，你讲嘛说，咱的身躯是圣殿，啊，伊讲咱的会堂吼，会堂里嘛，啊个扫清洁。伊啊，摆好整齐，那个插一挂花，安尼唔则整齐美观又干净。啊，咱是神的殿，所以讲咱的殿哦，这个神的身躯嘛爱好清气。我看迄个传道咧讲，迄郭宗生讲也真有意啦。啊，这身躯是神的殿哦，啊唔通无洗身躯，无洗就好肮脏。有的固定性变大细身躯，变大细面，无水。咱这个花灯要有水，要摆好整齐，啊，晒好干，扫好干净，啊，佮花佮插，伊本来佮装饰。啊，咱这就是新的店，所以特你都爱佮洗身躯，啊，衫都佮换好整齐，啊，就爱佮装饰一下，做女孩子。哦，你头毛嘛爱发遮，哦啊，做爱胸针哦，安尼有一寡配合的话，你这身躯愈水，愈清气，愈整洁，愈水，安尼就是咧装饰这个店啦，讲起有理啦，哦，咱为着嘛是爱扫清气，摆好灯啊，开着来插花，插几盆啊花啊，啊，这是新店，新的店，新的店在内面，那么啊，特地甲变扫。穿穿的，啊，衫换较好势的，穿较好看，穿较整洁的，安尼唔才会妖性，啊，这第二点。啊，第三点吼，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亡嘛，就是因为荒宴醉酒，所以吼，神无爱人吃喝，无爱人荒宴醉酒。尤其啊，迄个时阵的巴比伦帝国已经被波斯曼大联军啊，甲包围起来啊，已经四当啊，这讲嘛是国难当前啊，国难当前，啊国难当前，大家拢无咧为国家来祈祷，啊为国家来烦恼，我底下去饮酒咧庆祝，所以啊，神伫迄阵咧，所以国家灭亡。咱来看阿摩斯书第六章。伊是来讲，你们灭亡的时阵嘛是同款。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三节，第六章第三节，阿摩斯书六章三节，恁也做干涸的日子，也够恨的。这个为上进行强迫，恁倒伫树的面床，真爽快倒伫这个榻顶，食军中的羊羔，体内蠕动，弹琴鼓声，唱消闲的歌曲，为家己制造乐器，亲像大卫所做的。六节。用大碗饮酒，用上等的油化身，却无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哦，所以第七十讲，所以这个人得个比诺，首先比诺。以色列国北条，以色列国这边灭亡的进程，这个阿摩斯书先知啊，阿摩斯先知就已经讲这个，要给伊经过，经过三年。讲干涸日子实在是咧搞，恁想讲也够久咧，所以大家就做派，倒的是树叶床，啊，食的食羊排、食牛排哦，羊羔、牛肚，这就是用即马来讲，上等的牛
流行歌曲 KTV 啊，制作乐器，啊用大碗饮酒，这大碗饮酒的需求，袂啊贪饮啊饮酒，啊用上等的油挂身。咱这个油吼，你我身躯的油当然嘛有分等级啊，有诶一罐安尼七八百块，加千块，啊是一两千块，有啊有诶一罐哦，几啊万块，好几万呢。我去法国巴黎几啊遍啦，哦，我才知我这化妆品会吃死人。咱中国啊，菲律宾在咧卖迄个糖水哦，一罐才六块，菲律宾。等等啊，那是什么多水？什么露水？一罐那个百多块，百多块，哇！你怎么用多久呢？啊，你去法国迄个出名的款店哦，古奇，多还是什么味哦？一罐满足十来罐啊，可是这罐哦，估计十万呢，估计十万呢，啊，低级的哦。我那个歌是鱼啊，鱼啊，你放一个，啊，阿妈过节有咧串的所在，甲播一个，啊，这个扩大，会耐会耐的，你看一下，啊，这个会跳的，安播一个，啊，只播只播，啊，只个播吼，啊，就开了几大万块，甲咱播起规地一地吼，几万块呢，一七罐达七十万啊，一个规地，甲有达十地。所以一滴几啊万块，安尼个开落去，啊一罐百五块，啊一滴几啊万呢？一滴呢？所以难怪讲用上等的油化身呢，啊用大碗啉酒是种酗酒。国家啊，你要灭亡啊，主要就是想为古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意思讲，国家你要灭亡啊！啊，大家要咧食牛排、牛排，一直上等个啦，上等个吼。啊，讲牛排、牛排，大家嘛咧食。嗯，咱一克牛排哦，我家牛排有诶九十九块尔。啊，台塑牛排有诶两千外块，一克两千外块。我去日本哦，啊有一个兄弟请我食饭哦，我看是惊到要死。我甲问讲，啊，这一份偌济钱？啊，唔敢讲啦。那是确定在算上，才知讲，哦，哇，迄一份几啊万块，那是日币，无唔对。但是算台币嘛，万外块嘞呢。吼，咱食到足唔甘的，啊，伊就安尼请我倒啊。哦，当时的巴比伦国，敌人围困四年，随时都会亡国。但是伯沙撒王啊，竟然在迄个时阵在饮酒庆祝，这点啊，神又甲对妥啊。哦，所以但以理就是安尼讲啊。咱拄则读迄个但以理，你甲说教。哦，伊讲你惊输公务，心高气傲，哎，啊，搁再讲，你切人。将殿中的器皿摕到你的面头前，啊！你甲你的大神王后来啉烧酒，啊！佫恶劳无常，这当年你甲接弊是安尼嘞，包括啉酒哦，庆祝。所以吼、巴比伦帝国灭亡，这个是第三个原因，荒宴醉酒，都甲阿摩斯的时代同款。最后一项啊，就是骄傲啦，骄傲。咱知影骄傲是跋倒的性情，人若骄傲吼，啥物话都听袂入去。人若骄傲，就看轻一切，看轻神，佮看轻人。人若骄傲，啥物话拢入袂入去。咱中国人咧自立真出名，自大，自大加一点就是丑，自大加一点就是丑。自大都在海内国几只下，哇，国个吵。啊，骄傲就是安尼，人人咧骄傲吼，啥物话都听袂入去，啥物话甲讲啊都唔听，
什么人家讲啊，都唔错。目空一切，所以叫我不贵的精神，目空一切。有两三个人伫咧点啦，啊，其实无啥人点。有咧有一个青梅讲吼，那青梅啊，伊讲，你们都会的，我目空一切。你看，爱都看不惯，我们都目空一切。啊，有一个茄子吼，爱卡，伊讲我这个人举足轻重啊，你看举足轻重。就一卡长，一卡紧，那个举足轻重，意思我这是足重要的人物啊。啊，一个啊，秃头的，无头毛，啊，去点起火说，我这个人无法无天呐、啊，哦，无法无天，无头毛，我无天啊。啊，佫一个规面拢麻子的，我这个人死不要脸的，哦，死不要脸。啊、所以吼、哦，你个看，即世个有缺陷，但是拢足够哦。哎，遐乱想拢无咧。菩萨沙王啊，甲伊阿公比起来差真济啊。因阿公是雄才大略，啊，搁再有远见、高计划、高精进，菩萨说无半人，坐享其成，啊，搁接着我。对这大义理吼。根本不该看在眼内，这条的老神，国家因公的这个老神哦，伊甲编起来，无得甲吵。因安尼啊，但伊哩真无客气，真无客气。咱大多睇一段圣经，哦，这个二十三章，你竟然向天顶的神主公，哦，主呼，不在头前啊，也是安尼讲。伊讲你骄傲吼，二十节，你心高气傲，名也公平，啊，你比我差。恁阿公这骄傲是个假性，但是伊骄傲有伊的优点啊，伊是一国的开始嘛，真强。啊，你无半个，你逐项都无，啊，你也这骄傲，哦，所以。甲归纳起来吼，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四个原因：拜偶像、性器俗用、荒淫醉酒，搁再尊心骄傲。所以这个国家一淡仔久尔，一暝尔就灭亡啦，是个镜头啊出来就灭亡。啊，咱即马吼，最后来讲这个这三句话啦。这个经头所写的吼，都三句，秘密一句，提起的一句，无法弥补这三句。啊，咱今仔对这三句话，咱来真谨慎哦。因为吼，既然写在表顶，但你伊甲读出来，但你伊去解释啦，啊，同款今仔就是这三句话要讲给咱听，咱来注意吼。咱先来讲这个秘密就是讲算一算，算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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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傻傻我啊，看到这个秘密就是算算算算。啊，假使但伊若无解释嘛，伊嘛唔知是咧算算是咧算什么，是咧算讲我偌济钱少，啊，还是讲我偌济岁数少，唔是。伊咧算嘛，就是算讲。今仔日你的日子到啊，今天你的日子到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这个秘密啊，应该来定定藏在咱心，咱嘛爱修身看嘛，对不对？咱的日子什么时阵啊，是不是要到啊？啊，咱最近吼，最近伫托考啊，这个主家不大啊，有一个兄弟咧唱歌，你讲。人生七十，啊，八十工作到八十，伊讲伊算伊七十外，那这边到强壮的啊，吼，安尼这个算，安尼算是对哦，咱家己小算看嘛。啊，我嘛，啊你伊伫咧讲啊，我伫咧想讲，对，人生七十，啊，工作的到八十，啊，我七十到
啊，那真做高头都剩一年尔，明年再来过来问我嘛唔知。那从这个变数来讲吼，啊，都剩一当尔嘞，啊，那嘛还算快嘞。你袂使用变数来算哦，因为吼，人个性命无定着啊。全世界吼，有史以来第一个死人，啥人你知无？我说阿扁啦，这个阿扁吼，少年人还袂娶某嘞。啊！伊是全世界第一个死人，谁人知？人若想讲，一定因老爸老母先死的，吼、哦，阿东下我爱先死的，谁人知是伊的囝呢？啊，伊的囝叫做阿彪，青年人还袂娶某，啊就死了咧，或者遐个太死的。全世界第一个死人不是大波人哦，第一个死人更是上等的死人，不是是少年家。所以讲，那迷你迷你嘛，一点的是，啊，点的是讲啊，迷你名单，人生要活久。咱用某些标准来讲，人生七十，工作到八十，啊，得你存活久。啊，你若甲某些比哦，若讲某些百年哦，啊，我即马才八十尔，还过四十冬嘞，真歹讲。啊，若甲某些比，用某些话来讲，七十、八十，啊，你存活久，还是看卖。啊，春节的。几年吼，你家己算看嘛，用七十来算，我即马三十五啊，啊，剩三十五单，你当安尼算哦，因人个性命无定着，啊，这第一句，第二句我叫天坑咧，天坑咧个就是点天平唱，唱出你的亏欠，是你阴电吼，是你阴电就去平安地吼，报到是你阴电去做工咧，安尼藏一片，唱看嘛，啊，是你阴电正当安尼定落，啊，你会翘起来。啊！就是你做了无够，哦，你所领受因接接重接济接重，啊！你报答的接一束啊，所以翘翘，唱出你的亏欠，你就提起了。我呢，我这班的同学有十个，啊，其中一个谢顺道长老，是咱后辈啦，啊，伊最近身体无好，啊，我呢。第一遍哦，去参加团队者领袖，阮的团队者领袖会，啊，伊从杨毅三长老吼在讲天使了，啊，这个小长老唔知什么代志啊，甲杨毅长老吼激气啦，伊从大家少年啦，啊，杨长老是阮的老师，啊，小长老甲杨长老激气，啊，激气吼，甲杨长老唔知应什么话啦。啊！因了是老师是长辈，啊，敬了家己吼，啊，一年的家己也艰苦啊，个啊系啊，啊，咱来甲咱老师啊，甲派吼，啊，老师佫点点啊，佫甲咱计较，天光啊，叫伊讲到了，小弟都讲到我这个同学，伊是老师，啊，我是老幺，我哩班十个吼，伊第四个，啊，我上少年。我即马出事个尔，顶两个我死一个小弟落去，是谢宋道罗东，啊，搁一个谢顺道，啊，一个高恩峰，啊我三个，啊，搁一个这个你较唔捌，啊，那出事啊，三个靠在做工，啊，小弟落去，明早去，第二早天出门，昨昏啊，甲杨丢落冤家，冤家来结气啦。再去下一个提克的，伊一个电脑都提克掉了。啊，我想我就想讲，哎呀，我这个小弟都会再去再来做个共党秘书哦。我想讲就是个共党秘书，唔是啦，去哩吼，啊，直直讲啊，我唔对啊，我错我，我怎吼，甲老师安怎，直直悔啊，直直悔，直直悔改啦。啊，我安尼对不起老师吼，啊，加原谅，啊，主要说加原谅，请大家替我祈祷安尼提克勒。哦，我来提克勒就是咧唱家己啦，咧唱啦。啊，唔样真好啊。我第一遍哦听到提克勒，是阮同学伫台顶唱会。你讲对不起老师。啊，有影，咱逐日都是安尼爱提克勒一下吼，
因为当时你死了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静静的，我对人什么款，对父母什么款，对这些兄弟姐妹什么款，我们对神义不安怎，试看看咧，看人头起无，上好是天平啊，差不多啦。上好是讲神的恩典哦，咱做工比神的恩典搁较侪，搁较重，安尼较好啦。哦，无嘛是平平，像咧抢金嘛咧。唔通颠倒变哦，是咧恩典真重，咱轻轻啊，安尼就好，提克勒。哦，最后是无法逆心，这个无法而心就是分开。分裂分开，意思是安尼。分开分裂，咱大家嘛有一天要分开，有一日咱会甲咱在厝内面人分开，有一日咱的肉体会甲灵魂再见，分开。当时当伊哩，你甲必刷刷讲讲，你的国也望伊咧分开啊。分开啥人？就是分开和破碎马代，你的国家分裂啊，无啊，啊你嘛分开啊，所以是这个暗示讲，你阴暗嘛要死啊，马体阴暗分开，你阴暗的巴比伦帝国要和破碎马代给你占去啊，嘛是分开，哦，啊咱这个最后是古代嘛，古代修啊，咱人活在世间哦，有一日咱也分开。咱甲咱的父母分开，咱甲咱的子分开，咱甲咱的教会分开，咱甲咱的灵魂分开。啊，要分开的进程，咱来想讲，咱做无想。哦，所以这三月秘密提起咧，我黄医生就是算你家己的年龄，你家己的基本过或者生活来算。第二是称称。称一称，咱个神的恩典来称看嘛。最后是分开，分裂分开就是死啊！啊，甲咱个世间分别，啊，甲我即间厝分开，甲我爸母分开，甲我囝分开，拢是有一日爱分开啦。所以这三句话吼，毋是单单要讲互别人所听，也要讲互咱大家听。咱有一日就要诵这三句。秘密提起咧，无法逆心，就是算、称称、分开。啊，其实这三句话哦，若无同意你甲解释，我按甲倒起来。这个白沙沙，我根本唔知是咧讲啥。算是咧算啥？啊，因为同意你甲解释，你才知道哦，就是生活的气啊。啊，所以这三句话进入，咱也爱常常加。来做咱的更改啊！好了，安那下晡吼，咱这个第五章吼讲到这，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结束。咱后摆吼，咱后个月再来对第六章啊，再来开始了。好，这部课本吼，大家再等一下小做参考者啊，会使阁看看。啊，咱最后一摆考试吼，最后一日后个月最后一日安尼咱个课。Oh,
先书第五章第五章，第新约339页。彼得前书五章第五章，恁年幼的也爱顺服年长的，就是恁正人也拢爱彼此谦卑受教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予谦卑的人。所以恁爱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到了时候，神就要甲咱升高。恁爱将一切忧虑卸予神，因为伊顾念恁，有爱坚信、坚守、坚称。因为恁的受得富贵，亲像好奇的狮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食的人。恁爱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因。咱跳过来13节。伫巴比伦甲恁同盟竞选的教会问恁的安，咱看上哪位？愿平安归乎恁，凡在基督内的人。咱看这段经文，感谢主，咱学习到《但以理书》第五章内底，这个国度足强大、足强盛的一个国家，因为一夜。会无坚持，四年的这个人敌人的围攻，但是还佫伫遐伫这个啉酒，啊伫遐来请花宴咯。这个国度确实伫一夜内底来，这个波斯马代来取代去。所以啊，伫咱这个彼得前书五章这里所讲的。就是牧养着神的一个教会，牧养神的教会内底，爱出于甘心，出于乐意，爱彼此会晓谦卑来受教。教会中间，人甲人彼此中间，爱会晓互相来对待，亲像主甲咱留下一个洗脚礼的一个真理的表现，叫咱人甲人拢爱会晓彼此来。来疗伤，彼此会晓来互相洗脚，过着一种圣洁的一个身份啦。咱也会晓过着圣洁的身份，会晓谦卑来服侍主，会晓谦卑来互相服侍，神会将咱来甲咱升高，因为咱爱互神认定咱是尊贵的。世间人安怎甲咱看无要紧。因为这个世界，甲拄仔讲到巴比伦的国度，就是这个世界。咱若向着这个世界一直跑，咱就会入了沉沦的这个入了沉沦。耶稣来到世间，甲伊讲了一句话，讲咱是要爱主，还是要爱马文呢？因为主的另外一个迄个就是仆人嘛。咱若跟对主，咱就成做伊的仆人；咱若跟对马文，咱嘛成做钱的一个仆人，会成做钱的一个奴隶，成做钱的一个犯下其他的人。所以咱就离开。所以才去甲伊讲，咱若晓服从伫神的下面内底，咱会当伫主内底谦卑成做伊的仆人。所以咱爱较重要是啥物？讲咱即个世间亲像好球会使共款，咱应该爱坚固家己的信仰，彼此互相建立，彼此互相坚固。所以13节，伊就用着巴比伦帝国已经无去啊，但是这就是用着一个借代化，用着一个比喻安尼来讲，那亲像巴比伦安尼共款，咱嘛会入了即个沉沦迄边的人。所以，咱听到长老美好的真理，咱嘛爱伫咱的心中反复的思想，正做伫咱心中信仰努力的一个目标。所以，咱即马要来同心祈祷，求主所予咱这种热心的心志，这种真理教导的这个宽面，会用时常藏伫咱的心内，
让咱伫心内有根基。